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收看大法鼓节目。您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感想呢？从佛教的角度看来，身体是一切痛苦的根本来源，疾病侵袭的时候痛苦不堪，面对死亡的时候更是惊恐不已。即使是健康的时候，人们对自己的容貌和体魄也是百般挂碍，担心自己比不上别人，于是竞相追随现代美容跟健身的潮流，以高价位的华丽衣饰来修饰自己，包装自己。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身体，从身体来修行呢？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。的确是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身体，我们就变成了鬼了。如果身体不健康，我们是变成了病鬼。如果身体健康而很丑，那又是让自己不满意，让人家感觉看得不舒服。在我们健康的时候会感觉到身体是非常有用的。当我们不健康的时候呢，身体觉得是一个累赘。所以在佛经里边呢，或禅宗的祖师们把我们这个身体称为臭皮囊。所以臭皮囊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呢，从外边看好像是还不错，因为有衣服打扮了，穿好了，再加上我们修饰的衣服啊和面容啊外表啊觉得还可以，可是呢内在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五脏六腑血肉筋骨，这些都是经不起检查的。如果把皮揭开，里边是什么呢？是血啊肉啊，这个如果不管它怎么样呢，马上会发臭啊腐烂呢。而且我们如果没有皮肤的保护，我们身体就是还病了，就是还疮。所以身体呢，从这个佛经呢，从菩萨与佛的眼光看，就是臭皮囊。但是从这个禅宗的祖师来看呢，叫做活死尸。如果我们用它的时候好像是活着的，当它躺着不动就像死尸完全一样。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是人，当我们呼吸停止了，那就是死亡了，那就是死尸。可是呢，在祖师们以及菩萨们又说，我们的身体是修道用的工具，是修福报、修智慧用的道具、媒介。如果没有身体的话，我们修智慧也无从修起，修福报也无从修起，我们的智慧的表现没有着力点，我们的慈悲的表现呢，功能呢也发挥不出来。所以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如何的善于运用身体而照顾身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，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要保护的。用什么来保护呢？用几种方式我们叫做调身的方法。调身的方法，睡眠应该要够，食物应该要正常，生活作息应该要有规律，乃至于所谓大小便利都要畅通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呢，要用运动的方法来保持我们呢身体的健康。运动使我们的筋骨能够健康，运动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也会健康，
运动是我们的血液循环、消化系统都能够健康。可是运动也要有节制，如果过分的运动，那也会伤害。所以有一种说运动的伤害的激烈的运动、过分的超时间的超量的运动也是不好的。所以运动需要，但是呢不是整天都在动。同时我们的身体呢也需要让它充分的休息。这个充分的休息除了睡眠之外呢，我们就是叫它用打坐的方法也是很好的。打坐的方法是呢，在静的状态下能够使我们身体呀还有动的功能。所谓静的状态就是打坐，动的功能呢就是打坐的时候我们的气息的运循呢和运作比较更畅通，气脉能够更正常。所以打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、一种方法。但是有很多的人没有时间打坐，但是呢我常常告诉人呢，打坐的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和条件呢，就是把头脑放松、把肌肉放松、把神经放松。因此我们呢随时随地能够练习做把头脑、把身体的神经肌肉放松这也是能够保持我们呢身体健康的一种方法。其次就是我们的所谓人要衣装，佛要什么金装。那我们的身体所穿的衣服穿得邋邋遢遢那不行，我们呢应该要整齐，应该要清洁，这是在卫生的条件来讲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过分的超量的仅仅是在外表的衣着的打扮，仅仅在面容的化妆，而认为那个就是表示自己的对身体的一种爱护，那是适得其反，那是害了自己的健康。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打扮的这个又是金又是玉又是花又是这个种种的装饰，这个在舞台上表演那是不错了。参加正式的这个宴会的时候呢，适当的打扮也是可以了，但是过分的打扮那就是过分，那是不应该，那是对身体反而不好，而是也让人家看不起。